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嚟自香港嘅评审 Harry， 今次好高兴可以一齐参与 THMC 台湾口琴音乐大赛，非常开心。咁因为疫情嘅缘故，大家喺重奏嘅练习同比赛上面变得非常之困难。咁但我相信睇紧呢段片嘅参赛者们，你哋已经成功克服呢个困难嘅，咁你哋应该有超越 Iron Man 嘅意志同埋毅力。参加呢个比赛嘅参赛者们，今次应该有啲系第一次参赛，有啲系曾经获奖嘅参赛者啦。无论如何，你哋都可以成为自己嘅赢家。第一次参赛嘅同学们，恭喜你哋，你哋已经成功踏出第一步，扩阔自己嘅舒适圈。呢个心态非常值得自己骄傲。曾经获奖嘅同学们，恭喜你哋，你哋成功抛开以往嘅包袱，继续挑战自己。呢个 challenge 嘅心态非常之值得我欣赏嘅，咁希望你哋可以继续坚持落去啦，亦都同时享受比赛同埋有所得着，话唔定几年之后你就会一样做呢个评审同埋有演出噶啦，咁祝你哋成功加油！